巧啊，巧啊！听你这两片子嘴儿，还怕拆不散他们两家的婚事？那不有点太缺德了吗？别老虎带宿主假充善人了，你这一年到头的缺德的事情你还办得少啊？哎，我这事儿怎么样？有什么话你就说吗？干什么这么吞吞吐吐的？要给我办好了这一档的事情，我还要重桌的谢你。咱们丑话可说头了，我要给你办好了这件事儿啊，你可得多破费一点儿。没说的，来，抽我一颗。谢谢您啊。
回家门，这几两白干酒真诚有劲，矫情脑袋发晕，柳眉薄情我吃的饭，他劝我跟赵家前去退婚，巧儿嫁给王财主，彩礼多少寿长虽然，虽数儿大，粮食常常满，前门在贵子村，巧儿回来了，赶快叫爹去退婚。爹，哎，忍住话头儿问原因，往日回来微微笑，生气了。哎，您有什么为难事说出来，我能替您可把你给害苦喽。什么事儿您把我害苦了？自从你妈一死，我把你许给赵柱儿，实指望是年貌相当，也就了了我这档子心愿。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倒蛮好，谁知道长大了啊。长大了他怎么了？甭提了，你听喽也是堵心。长大了倒是怎么了？你听了可别着急呀。我不着急呀。你真的不许着急呀。
看您这啰嗦劲儿，倒是怎么了？好，你听我说。长得好坏在其次，他好吃懒做，人家都管他叫二溜子。你说我这不是把你给害苦了吗？没想到这婚事爹也不满意，事儿有了底，我暗暗喜的心。爹，这门亲事是您定，巧儿我一定要退亲，我一定跟他退婚。退婚？这不成笑话了吗？我跟那赵老汉有交情，红口白牙把婚许，推亲的话儿叫我怎么听？是这样包办婚姻，我就是不同意。我不管什么是交情，什么是亲戚，您要是怕耽误交情啊？啊，怎么着？你倒说呀！娶我的那天，除非是您去，反正我不去。哼，这是什么话？这是什么话呀？有事好商量，何必发脾气？巧儿，你呀，你别上这么大火，等我见了赵老头，再跟他商量商量。还商量什么呀？爹，天不早了，我看您现在就去吧。啊，这哪能说退就退呢？赵家庄离着咱们这儿十好几里地，今天呢晚了。我不管，反正这门亲事啊，非跟他退不可。好吧好吧，巧儿，就依着你，退亲的事儿我明天一定去，一定去。亲家，我有件为难的事儿，总觉着对不起你。哎，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？虽然孩子没过门吧，可咱们是亲家呀。你越这么说呀，我越觉着对不起你。哎，你不是提要办喜事吗？啊，这个事儿不提呀，一肚子气；要这么一提，两肚子气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亲家，你有儿子，我有女，人品般配，年貌相当，你我二人两厢情愿，才把他们结成双。是啊，要不我就说今年秋收完喽，热热闹闹的给他们把喜事办喽啊。雨水下大，事情变卦，儿大不忧爷，女大不忧娘，小儿大了不服管，他说是不满肚儿，要自己拿主张。什么？我们柱儿哪一点惹他不满意了？是啊，我也这么说。柱儿这孩子是个好孩子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。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你自己有功夫可以上赵家庄看一看。他还能说什么的？他就闹死闹活，说我什么不民主了，自己要跑到区上去办退婚的手续。这两天呢，急得我吃不得吃，喝不得喝，黑下睡觉睡不着，把眼睛都急红了。这不是红了吗？亲家，
你看，瞧儿瞧不起我们猪儿，我们猪儿还瞧不起他。当初给儿女定亲是咱俩，亲事算吹不必拖拉。亲家，算了算了，你别说了，咱们的亲事算吹了。吹了也好，省着到后来给你我找麻烦。咱们到区上办退婚手续好吗？退就退啊，咱们走。走就走。走走走走。可点的绿草陪着大
巧儿。巧儿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你管得着吗？哎，听说你纺线纺得很好，拿来我瞧瞧。放下，狗爪子，你脏了我的线呢。巧儿，净纺线你也发不了财呀，你看我。无暇地来无流汗，穿的本是绫罗绸缎，腰里头装的竟是大洋钱。当然了，你们财东家有的是吃喝，可以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躺在炕上跟个臭猪一样，踢你一脚你都不动弹。巧儿，你懂什么，这才叫享福呢。哎哎哎，享福好吃懒做就没有个好下场，你呀，哼，连个看家狗都不如，简直是饭桶。哎，你怎么说是饭桶啊？别走，我们来谈谈。巧儿，巧儿，巧儿，那你叫饭桶的老婆了。王少昌，你别胡说八道的。你还不知道呢，你爹把你许配我了。王少昌，你再胡说。你爹把你许配我了，刘媒婆保的媒，今天就过礼了。怎么，这两天刘媒婆上我们这儿来，原来是给你保媒来的啊？不错，就是我呀。别走，别走。闺女刘巧吧？嗯，怎么了？怎么哭成这样了？没什么。哎，我是这个乡的妇女主任，谁欺负你了？来，跟大婶说。就是你们村的事儿，我也管呐。我知道李大婶，我认识您呢，大婶。
不赢啊，我就不活了。姑娘寻死那是过去的事，在新社会里头你再这样想啊，孩子，那你可就傻了。哎，我看这样吧，乡长说今天上地里来，咱们一块儿去找他，找你爹评理去，你说怎么样？大婶，我，你看，大婶这是上地里头给变工队送饭去，你帮着大婶挑着饭好吗？好吧，我跟您去。对，咱们上地里看看去。才跟他退的亲吗？退亲啊，你不说你们两个从小就没见过面吗？他就是柱儿。柱儿啊，他怎么是柱儿呢？他小名叫柱儿，这是新起的学名的，叫赵振华呀。说柱儿就是赵振华，惊得我这
说了，你们是刘家坪的人，哪知道我们赵家庄的事儿啊？他是个好民兵，又是个劳动模范，一点都不假，干起活来人人把他夸。你怎么知道他叫赵振华？劳模会上我看见过他。你看见过他？响应电工是他讲的话，对，越说越对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地。没怎么地。没怎么地，为什么把他夸？巧儿啊，你跟大婶说句老实话，是不是你看中了他？哪能够说退就退，想嫁就嫁，那怕什么？包办的婚姻退得对，这一次本是你们自己当家，这回要是你情愿，我介绍你们谈一谈，何必这样羞羞答答？哎，愿意不愿意倒是痛快点说呀。大婶，他要是不愿意呢？他不愿意，他不愿意就算咱没说，我看呢就这样吧。哎，大婶，嗯，您现在往哪儿去呀？我去找乡长去，跟他商量商量。你等我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嗯，大婶，大婶哟。你等着我啊。干什么去呀、啊、大婶？我找乡长去。啊、哦、你上哪儿去啊？上那边有点事儿。柱儿啊，你看那是谁？不认识。这谁家姑娘长这么俊呢、啊、谁家的姑娘？刘巧儿。哦，刘巧儿。什么？是她。听说是巧儿，别走啊，别走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可别走啊。得了得了，他们已经退婚了。退婚了。退婚了啊。我们柱儿哪点不如他呀？就是哪点不如他。听说人家要嫁给王寿昌呢。什么？王寿昌？就是、他要嫁王寿昌？是啊。没出息东西。真是没出息东西。哎哎，还不是看中了王寿昌俩臭钱了。我看呐，他是爱上王正昌那两撇小黑胡了。别说了行吗？别说了别说了，就是没出息嘛。别吵了别吵了，走走走，干活去干活去。走走走走，咱们干活去。走吧走吧走走吧走吧。中
瞧啊，别走。上哪儿去？我要回去。看，刚才我找乡长去了，他今天没来，不要紧，完了地里的活我到乡政府去找他。怎么样，刚才事想好了没有？我看呐，咱们还是先谈。大婶，嗯，咱别提这事儿。怎么了？他们都在说我呢。怕什么？结婚是你们俩的事儿，耐着他们什么呢？这样吧，你不乐意过去，我叫他过来跟你说话，这行了吧？哎，大婶。嗯，哎，大婶。哦，就这。哎，叫你媳妇不去，我跟你说话。不去，我不去。这回可当面锣对面鼓了，大方点，大方点。我叫你怎么不过来？什么事儿，大婶？你看巧儿，退了就算了。哎，会会的那个主儿。你叫柱儿，又叫赵振华呢。听说是巧儿爱我赵振华，我也喜欢他，叫我怎么回答？大婶，他不是要嫁给王寿昌吧？哎，这可不能冤枉好人呐。
问盼。啊，嗨，好，叫我呀、啊，你们这说吧，一会儿就来啊。哎，大婶，大婶，大婶。一见大婶儿嚷嚷去，小儿柱儿暗着急。眼前的事儿叫我怎么说，今后的话儿叫我怎么提，会不该说话太鲁莽，会不该对人瞎猜疑，走上前叫巧儿对不起你。咱们是谁跟谁呀、啊、何必太客气，我柱儿愿跟你结成好姑姑，我要是不愿意也不叫大婶提，你愿意来我愿意，两厢情愿咱们配夫妻，海可干石可烂，你我永不变，咱们永不分离，事情自己拿主意，二若来再说，咱们宁死也不依。还没跟巧儿说呢，总得有个日子劝劝他。明天来不及吧，老刘。东边日头西边雨，两个天哪，谁知哪个长，有朝一日天就变了样了，这可有点难办呢、啊、老刘，你别死心眼了，这有什么难办的，想个好办法。你看怎么样？好，就这样吧，请你回复王才东，我刘彦贵一定照办。哎，这才对呢，咱们可一言为定啊。对，我走了。老刘，哎，别叫他再往外跑了。嗯，软的不行，硬一点，小丫头还能翻上天去。对，巧儿，你回来了。巧儿，进屋去，爹有话跟你说。说什么？你拿刀去吧，你杀了我吧。嚷什么？进屋去。
要离开你。享福，才把你嫁给王守成。不提亲娘，还罢了。天去，
算账气不平。哎，别忙，沉住气。急事就怕急性子，发火吵架可不成。对呀，暂且忍耐，将我等去找乡长把理平。赵大爷，地主和媒婆的诡计多着呢，说不定啊，今天晚上就去能出事情。是啊，乡政府离这十几里地呢，乡长东奔西跑的，谁知道这时候在不在乡政府啊？我看，干脆照这个老家伙去。对，事情这么急，我不能看着我儿媳妇吃亏，走，找他算账去。走，等等，别闹出事情来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吧。来人呐！爹，媳
救命啊！别喊了，来人呐！别喊了，救命啊！爹，马大来人来了，好，好，快快，来人呐！哎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站住！乔儿，我看你敢往哪儿走？走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老赵，走。好啊，赵金才，抢亲，老子去县政府。告你去！赵金才，这抢亲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那么回事啊！刘元贵要卖我的儿媳妇，我带着人又把她给接回来了。这抢亲是犯法的。我儿媳妇乐意跟我们回家，怎么是抢亲呢？赵金才，咱们呢是散了亲的人了，这是退婚证，有文不斗口，你可不能胡赖。过去的退婚证管什么用吗？哎呀，嚯，您瞧啊，在县政府还是这个态度呢，打我的那时候还轻得了，你怎么这么放肆？这政府盖了大印，你自己也摁了手印儿，这个不管用，那什么管用啊？裁判员，当初退亲我承认，这一次巧儿孤儿自己定亲。那你为什么去抢亲呢？刘彦贵所认。我才记着去救人，我没想我去救他去了。不管你怎么说，这纠合众人动武抢亲呢、啊、总归是你的不是。刘元贵要把巧儿卖给王寿昌，你们就不管了吗？王寿昌是谁啊？都是他抢人里屈，编了这么一套瞎话。我要是卖巧儿啊，叫我天打雷击，不得好死！你起的什么事啊？范金奎，哟，要抓住刘巧。是。好吧，你们俩先下去。哎。裁判员，你就是赵柱儿啊？是我呀。你们怎么抢的亲呢？裁判员，您听我说，我爹本是烈火星，事情紧急去救。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你们总归是动武抢亲了。抢亲呢、啊、在法律上是绝对不能允许的。怎么算抢亲呢？我们双方自愿呢。既然你们双方自愿，怎么你们又退了婚呢？裁判员，退了婚是因为我爹冒犯，他走出
你们这是抢的亲，就是你们愿意啊，我也不能够批准。张建奎，有，叫赵金才、刘延贵。是。你们听我宣判，听我宣判，赵金才纠众抢亲，纠众抢亲，赵金才聚众抢亲，实属不法，判紧闭七天，以示惩戒。刘延贵骗卖亲生女儿，有违法令，罚苦工七天，以儆效尤。买卖婚姻理应作废此判。怎么样？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意见，只要您把巧儿断回来，您说怎么办，怎么好。好吧，我不回去。不回去？那你住哪儿去啊？我还住赵振华姑姑家里，昨天我就住那儿了。你住人那儿干什么？怕我爹再卖我。哼，那好吧，你暂时就先住在那儿吧。你们都回去吧。哎，裁判员，我们俩事儿怎么办呢？你们俩？哦。对，你们俩，你们听我继续宣判。赵柱儿、刘巧的婚约曾在区政府自愿解除，现在又是武力抢亲，既不合法律手续，又违反政府法令，应归无效。就这样。无效？无效。这人人要都宣你们，那还成个什么体统啊？我们，我们怎么了？巧儿，你呀，判的不公。什么态度？你判我紧闭，我不服。哎呀，你又不服了？哼，我这不是最后的判决，如果你要不服，十天以内可以上诉。回去吧。Thank you.
巧儿，巧儿，你怎么了？买人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叫王什么？他是怎么样买的呢？这个我倒不太清楚。听说这里边还有逼嫁的事儿啊？什么？逼嫁？巧儿和柱儿，他们本人态度怎么样呢？他们俩，虽然他们俩是自愿的，可是已经退了婚了。而且这一次又是抢的亲，所以我就没有批准。你下去了解过吗？没有啊，打官司的人呐，都到县政府来了。裁判员，嗯。光听他们的话不行啊，像这样的案子坐在办公室里能解决啊？张乡长，把你的意见先谈谈吧。裁判员，群众的意见书
我向上边反映群众的意见不止一次，这话不假吧？是。我去献上你欢不爱你，冷板凳我坐了有半天。裁判员，你说是吗？是是。你看，专员那还没有你架子大呢，人家都亲自下来。是是是是。你们说巧儿和柱儿到底怎么样？可好着呢。男耕女织天生一对，真好似牛郎织女星，无心天河中间断，看来夫妻不相逢。这可半点都不假呀，这些姑娘们她们都有了对象了。你要是把巧儿跟柱儿给他们拆散了，那他们可怎么办呢？你这马大爷，哎，你别走啊，瞧你，哎，别走啊，你可别走啊，你看你。
爹可把我害哭了。乔儿，把你的事对我谈谈吧。退婚呢？要嫁给柱儿呢？我爱他身强力壮，能劳动，我爱他下地生产，真是有本领。婚姻大事，你可要好好考虑考虑啊。专员，我话都跟您说尽了，反正您无论如何也不能给我们断散了。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吗？都是真话，一句都没说谎。当着众人也敢这样讲吗？再有多少人，我也是这么说。你不会反悔的吧？死了都不变心。好吧，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。啊，专员，我跟您说了半天了，您应该给我个回话的。会给你回话的。您现在告诉我行不行？
你不要着急，明天就开大会，你可参加去。乡亲们，谁有意见就提吧。您听我说，赵丁才抢去巧儿最不轻，都为你卖女儿爱不嫌贫，贪财卖女无情分烟民。不把正事办。
仗着你有钱就想买人吗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狗拿耗子，你们多管闲事，害人的妖精。男婚女嫁是我们家务事，合情合理，一点没错差。什么？买卖婚姻是合情合理的吗？没错，你为什么卖我呢？好呀，我判的不对，这次经过调查研究才把问题搞清楚，现在我重新宣判，王寿昌仗着钱财违法骗婚，彩礼全部没收，今后再敢胡作非为一定加重处分。刘延贵贪图彩礼索人逼嫁，罚做7天苦工。刘媒婆游手好闲，东撞西骗，今后由乡亲们监督着他好好生产。刘巧儿、赵振华他们二人双方自愿，政府批准他们结婚。